台风过后到高雄凤农菜市场看菜价真的快晕倒，青江菜一斤40元，芹菜已经70元，花椰菜一斤已经来到90，真的快要吃不起。高雄昨天放了一天台风假，被康瑞台风搅局后，菜价瞬间涨了10块钱以上，真的超有感。我们的比如说苦瓜、茄子，它涨很高，就是下大雨之后又来一个山坡，然后正好要正常一点而已，哎，又来一个下大雨，又这个叫什么台风我就不知道。下大雨过后又经历台风，菜价一涨上去就没有下来过。苦瓜、茄子涨得最夸张，苦瓜从一斤30-40涨到一斤60-70，直接涨了一倍。青葱也很浮夸，价格几乎快翻倍涨，涨了80%多。原本家里煮饭一把葱只要20-30块钱，现在一斤120，配菜都快要比肉还贵，菜价超惊人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